号码，九一有更换过一些的重新登录号码哦。抱歉，我现在录。准备哦，怕去，交还是好，西游。
龙公司请暂停。再往后加怀疑。刚才我后得问的是，廖瑞阳。叶大川啊，这些我们音响设备跟那个音响设备有来啊。买二五八万吗？你要拍片啊？对，我是这样的，你敢这样？我可以，我会考虑上台看。人工表目前比数14，十二比四。新龙公暂时领先，第一节比赛时代还有30秒。我怕传到一半断掉，上次就是传到断掉。我又重传一次。九号超杰一断掉，好，他就断了。两次罚球。背头。背头。3-40，4-50。江建祥，丢进罚球两次。廖瑞阳，今天的第二次罚球。22，执行第一次，少100多步吧。少说两次。4-4。然后放出来看你结果怎么样？没有，看你那个算数，反正算数比赛差很多。我就大概看。这第一局碎了，15-4。我都找到了。全场压迫。我传完，我还要自己建立播放清单，然后才给方力申。网易还是他在用啊，还是要给他用。好球，摸你们！传上去是吗？他传上去以后，我还要自己整理，然后把。为什么会断掉？传上去。大手好进攻篮板赢。走了。在睡觉，网络断掉啊，他就没再传了，然后再进。三分球到吗？进去了。掌控。是有篮网队的衣服的账号。有啊，我有啊。三分球进。跨的长，对，慢慢跨。我家里网络比较慢。大气。他现在没人帮背后，周博宇怕气反飞，前场边线球，
二十一兵队。假高中投篮，然后上篮，再算，哎，晚了，云科电子申请换人，要球衣给我们穿，不然就先被看技术犯规。进球。好